陈秘书，这次到你了。陈秘书，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啊？肯定是大冒险呀，大冒险多有意思呀。不过，看在陈秘书今天请大家吃饭的份上，就给你个福利吧。那你就亲你的女朋友一口，大家说怎么样？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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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叶然，其实我对不起。 陈秘书，我不能接受你的吻。比起跟你谈恋爱，我觉得我跟你更适合做朋友。我们分手吧，这瓶我帮你喝了。手，不就是分手吗？我来喝。喂，你，对不起。 我不跟着你，难道等你想不开跳湖啊？不就是被陈壮壮认错人了吗？我一点都不难过。对哦，一点都不难过。我上次被你错认成陈壮壮。 可是为什么被抛下的总是我呀？难道是因为我没有魅力吗？不是你的问题，陈秘书不喜欢你，是他没品味。没品味？那你也有品味？你喜欢我吗？ 谁说我不喜欢你？